双打比赛也在昨晚展开首轮较量，共有三对中国组合出战。再会九号种子徐一凡、杨昭轩6-3、6-4击败一对意大利和德国的跨国组合晋级第二轮。韩星运、朱琳同样闯进第二轮，他们6-3和7-6淘汰了一对法国组合。而王新宇搭档郑钦文则是止步首轮，